次我来到了长野地狱谷野猴公园，准备要来去看雪猴泡温泉。听说这条路要走半小时才会到，我觉得走了这么大一段真的不会累，因为真的超级美的，根本没时间注意脚下的酸痛。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风景，这里白雪皑皑，漫天飞雪。身在台湾的我，真的第一次看到这么壮观的雪景。这个地方就算不是为了猴子，也可以来一次看看啦。你就起来了。没错，这里的猴子就是这么吵，但是真的好可爱哦。哎，你看那个臭人类在看我。哪里啦？没看到啊。你脱刷啊，又来一群人了。好可怕，他们好像变态。哦，天哪，我老公怎么这么脆弱？我还是先抓一下屁股好了。哦，赶紧去找我老公吧。我来了，老公，不要走。好可怕，又有人类要来看我了，快走。哎，你是谁呀？你是我小孩吗？你不要这样，不要一直跟踪我，你这讨厌的人类，不要拍我屁股。哦哟，很烦哎，哼，看你追得到追不到。再见啦，无知的人类。我就静静看他要趴在这里多久。老人也有老人味。他已经趴在这一分钟了，先生。他也想说，这人冲啥？我越下越大，雪好大哦，雪好大。